你真的跟我认识的天蝎座都太像了。对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小小的抗拒。对，毕竟我前两任也都很像。嗯，这算是第二次创业吧？先换一种方法。之前会说我要去拿融资，也拿到了，但是这次我想真的去探索，说我到底心甘情愿做什么，认为什么有价值，然后如何真的去做到做好。所以这个探索的过程会蛮漫长的，这个过程会有一些辛苦。嗯，但是你享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。对，我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。嗯嗯，所以你也会觉得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感到快乐的。对，有快乐，但是更多是一种说我希望体验一种人生，是能够沉浸下来，投入进去，然后去全力以赴的享受那种状态。看来你内心还是有很多感性的一面。应该有很多。嗯，只是会有相当长的时间会把它压抑住。嗯，现在觉得要接受。嗯，你觉得你需要关系吗？关系吗？两性关系。两性关系吗？对，需要。嗯，而且我会很，也会很渴望。哦，对，会用渴望这个词。对，但我是随缘啦。嗯，对，我不会特意要去找，如果缘分来了，我就会把握这样。你呢？我觉得你可能。我猜啊，我猜你可能不是特别需要。嗯，因为对关系有很多困惑跟疑惑。嗯，最近的状态是说很想去尝试。嗯，因为会担心说我不知道会不会伤害到别人，会或者被别人伤害。嗯，但现在会因为慢下来了，就会比之前稍微好一些，会留意别人的感受，跟知道有非常非常多除了工作之外的是非常重要的。嗯嗯，所以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很快乐？快乐？嗯，除了工作以外的。最近是聊天。哦，对，尤其是发现说我原来还可以跟人聊天。哦，对，所以你之前是一直很封闭的状态吗？本质上是封闭的。嗯，虽然也会和人聊天，但现在会觉得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和人连接。嗯，当有了这种连接是会很开心的。嗯，你呢？我嗯，快乐好像也是这样，跟人家聊天，跟人家沟通，或者是觉得有聊到让你觉得有火花的感觉，就会很开心。头巾很好看。哦，谢谢。这一个女生自己做的。这个衣服也是，还有这个包包也是。哦，对，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，然后他自己手工做的，很特别。对，虽然我每次穿这件大家都说像水管工，但我还挺喜欢的。不像不像，很好看。有男款吗？有，他有男生的衣服，然后他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这个红双喜，他是红双喜。它有实体店吗？这家吗？嗯，对，它是实体店。远吗？
不远。想去逛一下吗？哦，可是离这里有点远。嗯，对，离这里有点远。嗯，在，可能你也不知道那个方向。对。所以你今天是什么感受？你可以。今天，其实刚才有些难过。哦。就是会聊到。在深圳的生活的时候，对，会意识到说原来有一些难过的状态在，对，我也其实会担心我的状态会影响到你。不会。对，然后跟你聊天是会觉得比我想象中要更放松，好玩，对，所以会是一个挺开心的状态，对，也希望能有机会。继续认识你。好。我的感觉是，你真的跟我认识的天蝎座都太像了。对，有一点点小小的抗拒。对，毕竟我前两任也都很像。嗯。对，所以我会希望我可以碰到一个更不一样，不是说更不一样，就是稍微不一样一点的男孩子。是什么地方比较像，觉得让你抗拒的？可能内敛这一部分吧。好像是。是的。可能刚才的难过感也有在想说，认识这个人觉得很开心。但也许只是到这儿为止了。不过我觉得做有机会如果做朋友也挺好的。对啊。对。好。那你今天接下来没有别的安排了吗？我对应该回酒店了。其实今天天气挺好，你可以再多探索一下。想一下晚上干嘛。好。好。那我们就。OK。哎，谢谢你的礼物。不会。谢谢。对。那还是你收着你的，我收着我的，作为一个纪念。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一起走吗？